生日，有来自美国以及马来西亚的老师们来到光复国小进行参访。算珠数字对对碰，本教学活动是在小朋友认识算珠后，利用算珠图卡与数字图卡进行对对碰，让孩童更为熟悉。认识钱币与换算，本教学活动是希望小朋友借由实际操作钱币来了解十元等于几个五元等于几个一元，而五元又会等于几个一元。合成时、分解时，此教学活动利用不同颜色的积木，让孩童利用点数排出任何一种方法来分解时，又能合成时，并且告诉老师时可以分成五和五，又或者五和五可以合成时。串珠认识左右手，此教学活动让小朋友先串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手链，再将手链戴到右手，借由手链清楚判断左边或右边。时钟转转乐，本教学活动先让小朋友认识时钟，再请小朋友按照老师的指令转出正确的时间，每个小朋友都很认真的转，也都转对咯。小朋友购物了，此教学活动请小朋友充当顾客，拿着钱币来向老师购买图片上的物品，并且支付足够的金额，让小朋友体验实际购物的乐趣。脚丫历险记，此教学活动将时间串联并放置地板上，让孩童掷骰子，利用跳格子的方式清楚了解时间的流动方向。好朋友是五。